Hello， 大家好。哇哦，这里有一个餐厅，这是食肉动物的入口，这是食草动物的入口。哇哦，好多动物啊！现在是晚餐时间，谁肚子饿了呢？我。啊，那是谁？我不要蔬菜，这才是我爱吃的。我是沙齿龙，我是食肉恐龙。啊，那是谁？啊哦，我走错了。在开玩笑吗？这才是我爱吃的。我是三角龙，我是食草恐龙。啊，刚刚是谁跑走了？怎么又是龙？这才是我爱吃的。我是剑龙，我是食草恐龙。啊，刚刚那个是谁呀？哇，我不吃蔬菜，这才是我爱吃的。我是霸王龙，我是食肉恐龙。啊，那是谁？哦，我不能走这边。哦，这些我都不爱吃，这才是我爱吃的。我是林道龙，我是食肉恐龙。啊，刚刚是谁跑走了？
要吃肉，这才是我爱吃的。我是复制龙，我是食草恐龙。现在食草恐龙与食肉恐龙都吃到了美味的晚餐，真是太棒了。你们喜欢吃肉还是喜欢吃蔬菜呢？大家要记住不能挑食哦，肉与蔬菜都要吃，这样才会营养均衡呢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